让骑马带动爸爸我妈妈、哎、你不要乱唱啊，我需要你的钱。金马奖并没有像你这样的整天喊着我要钱呐、啊。我只要在台湾、嗯、啊，甭管车走到哪儿，我就能唱哪儿的主题曲。这话说的都悬了，台湾各地还有主题曲呀、啊。祖辈祖坟配马。哎，别别别别等会儿，别唱。小霸掌跟台中没有什么关系，全台湾最有名的霸掌就在台中啊，无敌海景头一排，台中港严加肉粽。我们离开台中好不好？台中不要玩太久，快走。再到下一个港口、啊。哪里？台南。乡亲会行等牛庄，红翠金花诉金龙。安平追想曲，屏东。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过境之南，台东。你拿来带当家里真就夸，村面里送南头。南头。没歌。那个，爸爸，我要钱，我妈妈，我需要你的钱。你不要乱唱啊！怎么？南投的朋友并没有像你这样整天喊着我要钱呐、啊。不对，没有、啊，不是我要钱，重点是那个钱。钱怎么样嘛？那个，我们钱上面不是有那个国父吗？那跟南投也没关系啊。有男人的头吗？南投吗？就会吹牛啊！其实这种事情很好解决。怎么解决？我们就不要去南投。解决不了问题，就解决出问题的地方。没这种事，我就要去南投，我要去日月潭。不是，也很好解决嘛？那怎么样？丑一嘛，你相信我。你再找不到哥，我就换导游了、啊。不会，肯定都有。澎湖。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，没有椰林缀斜阳，只是一片海蓝蓝。绿岛，这绿岛像一只船，在月夜里摇啊摇。金门，那个 Nike， 让 Nike go to Hawaii， 不是金门。那个，对，这首歌。乍听之下好像跟金门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的，但是这首歌是谁唱的你知道吗？我当然知道嘛，李炳辉跟金门王嘛。金门王唱的歌你能说跟金门没有关系吗？能。别瞎掰。那个不是，那个有歌哈，金门有歌唱啊。金门唱这个，唱那个、啊、唱什么呀？让金马带动电影的剧这首歌跟金门什么关系？这首歌你没听过吗？我知道，金马奖主题曲。那就对了。对什么呀？中华民国政府在1962年取金门马祖两地自首，创设了电影金马奖。这你能说跟金门没有关系吗？还真能靠关系啊！哎，你要问马祖的歌，我也有。让金马带动。够了。